时候呢，叶子先是萎缩，然后不发育了，咋回事呢？就是我们这叫呢激素中毒啊。为什么激素中毒呢？两个事儿，第一个是你是浓度过高了，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激素的积累，第一岁花、第二岁花、第三岁花、第四岁花都没事儿啊。然后你碰第五岁花的时候呢，因为激素呢在体内一个积累，积累多了呢就出现激素中毒啊。我们怎么解决激素中毒问题呢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点花药、喷花药呢，一个是二四滴，一个呢对氯苯氧乙酸，这两个哪个多了呢都会激素中毒。我们的方法呢找很多生长素，像二四滴、对氯苯氧乙酸，然后呢耐乙酸钠、吲哚乙酸，然后呢在细胞分裂素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原胎素啊、第一杠六，很多生长素都用一点儿合起来呢我们再喷花的话就不会中毒了。